各位本堂师，各位大尊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就是特别特命事节，以及咱圣人在地的领导安排，那今天这个发挥，那么和先受圣人的指令，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在目前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，到底是弘扬新闻正宗的法门的对。那么第二点也要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。第三点也要让咱各位来做个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的基础又都是在对。所以咱这个节目啊，就是爱让快乐的音乐。
天道心难，分道心路。吼、哦，那么咱救助呢？吼、哦，伊甲咱讲一句话啦。伊讲无极之精，以我之精，妙法明明，天道心难，阿天道心路。吼、哦，那么呢？吼、哦，咱知啊，既然讲是以我之精，以我就是咧讲。五经无的吼，阴阳阴阳加阴吼，互相交合。所以讲吼，所以讲二五之间也就是阴阳合合啦吼。二五之间，吼啊，又讲着五德之间啊。以后咧，会使讲甲咱照顾到无微不至，吼、哦。
除了讲咱生活哦，遮轻快以外嘞，哦，有咱讲袂晓行路，哦，那么互咱学习甲会晓行路；有咱袂晓讲话，那么慢慢嘞，哦，互咱教到咱会晓讲话。那么嘞，哦，有咱袂晓写字，哦，慢慢嘞，互咱学习。除了讲母语以外嘞，哦，那么国语以外，就是讲哦，甚至讲，哦，咱少年妈妈已经讲教甲英文嘞程度，哦，这就是讲哦，即个科学的即个进步，那么嘞，教育随时嘞进步啦，哦，那么有咱毋捌代志，哦，那么慢慢互咱嘞，哦，认识讲哦，咱代志的来龙去脉，并且讲哦，讲加强咱人事物的即个了解，那么顶顶加强是咱。哦，身心生活上，哦，乃至讲咱学业、啊甲事业，哦，诶，即个发展，啊，甚至讲咱甲哦身家立业，那么这段期间会使讲照顾甲无微不至，哦，甲咱栽培着对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学校比如讲，伫细汉诶时阵啦，哦，那么学校咧，啊，会使讲是真好动，所以好动诶，囡仔一定哦，拢做爱讲安尼去学行，啊，学行就是讲哦，拢爱安尼。行来行去，啊，地来地去，啊，头来头去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嘛是真爱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但是啊，哦，好动的囡仔哦，又去爱好哦，啊，实在讲起来，嘛无可奈何。所以讲哦，妈妈有一届，就是讲，看到我讲，突然间讲安尼静静的啊，啊，拢安尼哦，拢安尼闲闲的对。所以妈妈嘛，当我讲非常的这个奇怪，所以呢，就惊叫我爸就是旁边啊，啊，即摆来问我嘞，头来啊，讲啊。已经是发烧了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妈妈非常的着急啦吼，因此咧吼，伊就讲排队排咧，啊，甚至讲哦，多发排咧，啊，种吼，关键啊，非常的这个着急，心的着急，他咧要来做医生啦，哦，那么咧，咱注意这个排队，哦，当咱做住妈妈啦，做住天道的妈妈，相信讲吼，拢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啦，所以讲咱做主妇的啦，当然咱就是。哦，从应该爱去孝顺家己的女儿啦，那么这个答案就是肯定的嘛，还是应该注意的。所以讲哦，所以讲以孝心来对哦，一再强调讲，身体方面心之无忧，那么不干不伤，好其素养，入心应该当然医者医也，好其中养。所以讲哦，咱以孝心来对哦。安定的，为什么你讲我阿爸的？
伊来出事的时阵，伊嘛是一个反应啦。所以讲吼，所以讲你若看伊是咧挂啥咧，咧卖啥，结果吼，伊这个伊这个迄落，所以讲客栈咧吼，有人讲要去订茶，所以伊就搭茶，啊来卖迄个客官人客官，结果卖了要出来的时阵，吼，那么咧就去听着是人家啊，伊咧讲迄个金光金啊，就咧卖迄个金光金，所以讲伊听着这个金光金咧，吼，人讲咧。一问经理啦，啊，心急害我，哦，因此呢，因为迄个甲龙虎，会使讲非常的即、這个吼、哦，较遥远的所在，那么呢，买来到，吼、哦，会使讲用行路，啊，行三千几公里，那么呢，哦，来到迄、這个，吼、哦，咱即个五祖，吼、哦，的即个所在，那么呢，伊跟咱讲，伊讲咧，伊求祖父。我今仔就是讲，我要来做阮娘，那么其他我拢无办。哦，那么呢，会使讲即照的这语气啦，吼，非常的肯定啦，非常的肯定。哦。啊，我是歹势啦。所以讲呢，咱要做阮娘来想，会使讲伊，哦。对这个做好的工作，伊是非常的这个肯定。哦，那么为啥讲咱较唔敢来承认讲咱是本来的关系？那么如果咱若讲唔敢来承认，为啥你讲讲咱今仔日哦，丢掉到以后，咱会亲口说来？哦，甚至讲呢，哦，咱会承认啊，咱会误人丢人心酸啦。哦，那么所以讲，咱承认起来讲，讲呢，讲哦，咱大家是一分钱三世五分。那么朱显英你来关谁哦？哦，那么呢？是呢，哦，搁再讲，因为有新冠在，所以呢，哦，你三皮嘛，将你大开波哦，哦，搁来救过来，天哪，咱优越的这个组合，哦，那么呢，有啥物讲，咱家唔敢来承认，讲咱是不来关谁，哦，这那是因为咱在六万年来，哦，你这个六道轮回当中。受到气运所苦，不要所谓的原因之一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先天老多，所以故何呢？哦，实在离咱离咱的这个体内底，伊有金木，哦，确实有迄个金木，离咱的身上，哦，如果呢，咱注意在做注意，咱若讲有相信的话啦，吼，若讲哦，有一个人，哦，那么但咱在做注意讲，哦，讲。哦，咱的思想甲行为，哦，会使讲拢无人性就对啦。亲像咧精神共款啦，啊，安尼咱直接的这个反应，应该是啥物呢？哦，那么呢，咱是毋是讲会诚愤怒啊？讲呢，诚愤慨讲，为啥物我较无人性？你甲会讲我无人性，亲像迄、那个，哦，亲像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野兽安尼共款，哦，那么呢？是毋是讲吼，我要甲伊修理一番就对啦，吼。所以讲吼，人是来讲个吼，非常的矛盾的原因的所在就是遐。所以吼，咱先论吼，以前经来讲个，讲个讲，先论本是凡人者，只见凡人心不坚啊，吼。那么呢，咱老师来讲讲，修得心性，吼啊，心诚则天道，心恶则地狱，吼。咱要上天道，要到落地狱。要新鲜做好，哦，要，咱要，哦，新鲜做好也好，要心魔要做好也好，完全的是咱在自己呢，该去做，该去想啊，该去想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有只呢，绝对，哦，讲蛮袂错，哦，那么呢，咱先天老母所不好啦，迄个就是咱的本性，就是咱的，哦，本性，哦，这点啊，咱一定呢，爱去来肯定。咱今日拢有经过着，咱定来爱去肯定这点个，哦。那么，伊在咱内底，伊是体用存在啦，吼。所以呢，因为佛法啦，吼，曾经反映这个吼，老母这个供养啦，吼。那么呢，老母啊，吼，那么伊就在离天的这个所在啦，吼。那么看着讲天已经暗，哦。那么呢，吼，凡人接受天平啦，哦。那么呢，讲伊就靠伫迄个堂。那么，伊就一直咧想讲，咱这个观念为主，为虾米讲吼？
较无咧过一天按老母同在个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咧，讲为虾米？为虾米？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我咧有一种个即个感触，吼、哦，感触个即个地方个咧，含住大家啊，用心啊，用力来做个，啊，研究甲探讨。那么咧，咱今仔日吼来得到即个一贯天道，那么咧，就是讲互咱先进按何修啦。那么一直接就是咧，就是咧贯彻咱人性的这个吼福报，吼讲人性的福报。
底伊是心领啥物？哦，那么李其林篇内底咧，伊并无来解说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伊凡字并不是讲依照这个文字会咱去来解说，啊，甲了解。哦，所以曾子今仔讲只是为，哦，那么伊的做法就是讲，咱今仔得到迄、那个，哦，伊得到迄个心法以后咧，哦，发现伊会当咧。哦，动物之主会当去了解迄个因，诶，迄个动物之主啦，能够吼会当去了解迄个动物之主对，哦，所以咧，咱今日咧，哦，就着都当然咧，咱嘛，哦，拢了解讲，哦，原来就是伫迄个所在啊，吼，所以咧，刀本来是无形嘛，吼，刀伊是无形无相，伊是一种诶抽象诶物件。不是会当用言语甲文字，那么来去解吼，去解体悟。所以咧，当时孔子的迄、那个哦，得意的文身啊，就是迄个诸葛。哦，咱知影讲诸葛吼，伊嘛有听到孔子吼讲，咧讲迄个一冠字。哦，那么但是咧，哦，孔子咧，啊，这个诸葛咧，伊拢无回答甲看过。所以咧，哦，诸葛咧，哦，当然咱了解，诸葛伊是咧做生意嘛。所以伊嘛真聪明啊！伊人伊人吼，即个上高伊会当来吼，人言善辩啊！吼，所以讲伊拢会伊的迄个随机应变，的即个应变的能力，拢非常的强啊！吼，所以讲咧，伊拢咧啊，其实伊孔子的这个身边啊，吼，那么咧，伊拢用着这个名家啊，在孔子以前来讲啊，所以孔子嘛，来当作讲是外境。那么咧，哦，共款啦，哦，那么咧，咱知影干贝哦，因为干贝一条刀以后咧，那么干贝，哦，那么伫迄个三十九岁时阵，那么真早就来去空啦，就来回天啦，所以讲哦，所以讲，孔子伊嘛真担忧啊，恐惊讲哦，都无人搁再继承落去，所以咧，才要传这个天道啦，一贯的天道。啊来传予这个诸葛，但是诸葛呢，伊拢无家己回答，因此呢，哦，那么孔子的这个心内啊，伊拢想讲，我有一个哦，这个不负的这个信义心传，想讲要来传予你，但是呢，你嘛爱有一点仔启悟啦，哦，那么就亲像讲哦，有一块宝玉，哦，有一块宝玉，我是要来收藏起来也好，还是讲呢，讲我要当下而沽啦。亲像讲哦，我有一块宝玉，我拍算讲要卖，但是你嘛爱做这个介绍啊，是毋是啊？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你拢无讲话，啊嘛表示讲哦，你是毋是讲对这个道体的物件，你是毋是咱去来领悟着哦，去来深思的这个了解哦。那么事后呢，哦，孔子伫一场啊这个辩论地主的这个主持的时候，那么如果书啊不受用啊，哦，就是讲呢。讲诸葛哦，那么伊袂当咧吼，秉承着我这个哦心法的这个传承，可见哦，咱讲一贯是白白拢是哦，大家拢有听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有关这个本体的是向上，你是不是会当去来领会，还是不是会当去来解悟？那么未来呢，你这个心境上哦，那么有所不同，所以讲一贯的因。不是讲用言语甲文字会当去来，哦，去来了解伊个实相体。那么这个意就是讲，哦，天无难啦，哦，或者是观想的代表。那么咧，啊，就是讲，哦，难啦，伊个是讲是万物之灵鸟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哦，是动物迄、那个，哦，万物之灵是。是道德的这个动物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一就是哦，咱哦万德生发的这个核心啊。
相同心意的迄、那个，的迄个鸟子伊个，所以讲吼，伊有迄个本体在啦。哦，即、這个心意内底伊是本体在。哦，那么呢，就即、這个本体就无共讲咱的心会加入一些，哦，即、這个心哦，那么呢，伊是哦不见无形，哦的存在，所以伊是无形无常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咱讲体，咱讲体用嘛吼，体用嘛，其实体就是咧讲健康啦，哦，啊用就是咧讲妙妙点啦，哦，有健康啊，咱身躯妙点嘛吼。那么呢，所以讲，伫大学内底，咱来讲明德，哦，明德就是讲咱的本性，哦，那么伫中央来讲，来底咱来讲天命之有性。那么这完全就是咧讲迄个分体的物件，所以咱爱修体体吼，这一块是地用的。好，修体体和地用啊，好，那么地用。那么一就是一种生发万物哦，诶，迄个核心。
慢性的病毒，吼、哦，因主惯就是讲惯心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惯心就是心思啦，惯家就是家庭，那么惯国家就是国家庭啦，哎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那么所以讲，咱讲一就是呢，哦，万的资源，那么惯就是实践的迄、那个，哦，实践的这个万的，因主讲。用一切的这个万事万物，哦，那么所有所做的拢无离开这德的物件，哦，所以呢，哦，咱得到迄个心法，哦，就是讲，互咱会当去了解迄个体，既然知影，就是讲了，依我这个因，哦，而且共完完全来完的顶头，哦，叫咱爱精进不断，哦，咱希望到咱一定爱精进不断，哦，而且精进。那么呢，哦，那么呢，第三点呢，我就是要来讲，这个心法甲教育因何解所在啦？那么呢，哦，咱。
真正的得到，并且讲哦，亲身哦，受着书哦，下迄个哦，下迄个亲受啊，哦，下迄个教授啊，所以呢，哦，所以呢，就亲像讲咱有六祖哦，六祖发心哦，五祖甲六祖所开始的就对啦。伊讲呢，自古父母为万分体，师师命分身嘛，所以讲嘛是咧讲迄个分体。爱讲本心吼，下迄个物件，就是咧讲本体甲本心，完全就是咧讲即个心愿吼，下即个吼，下即个物件。所以咧，你欲做下即个间完全，伊就是讲道德核心啦。那么即个本体甲本心就是道德核心啦，吼。所以咧，吼，咱一般咧讲讲咧，讲三道包圆，吼。那么一地包体啦，三道包圆。开我们的心情的物件，那么是不可以的，所以呢，咱给大家。
较来心得较多吼。那么咧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咧，吼，那么即个一贯的即个证据就讲到遮。那么咧，啊，第三，我稍微讲讲啦，通信多信息。
要被你这个领袖。所以讲嘛，所以讲，那么华人就比如讲哦，这个心哦，就可比讲哦，亲像一个电脑款啊，电脑，亲像一部电脑，啊，这部电脑伊是富有了哦，伊会当分析各种物件哦，那么哦，这个心，就比如讲哦，讲互他目睭所看到的哦。啊，所看到的形形色色，哦，亲像讲看到这是，迄个一块花啊，哦，啊一个面部，那么呢，我曾经呢，哦，伫这个统一公司咧上班的时候，我是，我呢，哦，住伫迄个，迄个屏保单位哦，那么迄个屏保单位十几年前哦，那么伊就买一台迄个电脑，那么迄个电脑因为伊是讲像迄个。内底所有的迄个新闻啊，国际新闻啊，啊，所以讲，一部电脑二十几年前就100多万，所以为着吼买保护迄台电脑哦，白白吼搁来装一台伊24小时啊，伫遐，所以讲吼，有当时啊，讲吼，这部电脑伊就是除了吼，迄个软体迄个资料，伊会当分析吼，互联网内底所有吼的国际新闻啊，吼。那么呢，就是讲，伊就是等于讲，我哦，摕着即款物咧，啊，来互即个电脑哦，来互伊做分析。那么做分析以后呢，哦，那么分析出来的迄、那个伊本来迄个资料，哦，那么我就加上我的迄个意见，哦，那么是毋是讲，哦，即款物咧，伊内底所有的新闻有下公司的这个规定无？有下个规定无？那么呢，如果若无下，是毋是要安怎做处理？那么呢，所以讲这个意，就是一种判断嘛，是一种判断。哦，并且也当哦，个人决策哦，所以讲，那么这就是等于讲哦，咱这哦，会当心有讲意志，啊个意志。这个意志啊，意志，甲意向，哦，啊，三成了意见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哦，那么伊的重点就是讲哦，你这个意，哦，这三个关键就是讲，你这个意内底哦，要咱做一个统一的思考，先有是意志、意见，哦。那么呢，意向表露出来，迄个是意见，迄个是讲哦，心与心的一个概念嘛。那么既然讲有这个心，那么心放伫咱人内底呢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伊有产生什么作用呢？哦，那么呢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我就是讲哦，既然讲咱人这个心有三心嘛，哦，讲有真心、有道心、还有黑心。那么伫这个黑心内底，当然就是讲哦，讲。血液的迄个心源，血液的输送哦，就是迄个心脏哦。所以心脏伊是无意念的，所以无意念哦，伊就挂到哦，挂到挂伫迄个真心内底。所以讲，伊咱人哦，心有分做两种，一种是真心，啊，一种是无心啊。
伊是一种个抽象个迄个迄个延伸啦。那么伊原来即个心，哦，心唔着了，道德。伊去了这个道德，原素个心哦。所以讲哦，有一句话讲哦，人动初心，啊心动初意，哦，在性不精，啊在观不变，哦，人人拢富有了完成迄个道德完善的心啊。那么呢，咱讲人心，人心伊是苦，伊是苦上器官的脑功用。所以讲，人心不动，哦，国无其人，哦，虽然讲看大家表面，哦，大家拢足善良的这个心，哦，一面啦，哦，但是呢，人人拢有无同的这个心嘛，哦，这就是讲大脑作用出来的心嘛，哦，所以但是咱若咧讨论一件代志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咱拢着重这个意见的这个沟通，当咱意见呢，哦，若沟通了，但是啊，咱敢有去想过，讲来咱表面上是咧沟通。呢，哦，意见如果若袂当含我，哦，相同一致的话啦，哦，含我相像意见的话，那么咱会安怎想？有当时啊，甲咪讲哦，我会半分心走出来，甚至讲啊，我会含挂风盖雨，讲啊，你是我的敌人呐，哦，我永远拢会甲你，哦，甲你面子安尼。所以讲，老出意见，哦，那么这原因就是对，安全拢是用特心嘛。原来就是吼，咱人迄个脑作用的迄个人心吼，所建立出来，所以人心，人心伊是造成的，伊是规划。注意挂钩，好，这物件，所以讲哦，那么这安怎讲？哦，有阵时啊，咱就讲哦，叫阴干阳虚，哦，啊，肾虚就是啦。
这个即上合理的输赢，迄拢是不叫，诶，这叫做正当。那么在社交方面，完全的就是讲在本质上，哦，主事的教育，哦，咱贪得无厌啦，哦，哦，这个是一种社交，它这嘛是一种规范啦，哦，所以有啦，规范啦。那么这种规范呢，哦，就亲像讲，哦，咱去百货公司同款，百货公司伊来百货咧促销的时阵哦，有当时爱杀我哦，那么哦，该只商咱就唔给，以前哦，得来到。咱所穿的吼，无遐济，拢是漂亮的，吼、哦。哎呀，啊，甚至讲吼，讲咱昆道吼，迄、那个化妆品吼，啊，讲咧促销咧销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买一大堆，搁一万嘛买着对啦，对啦，这皮肤变变改变更加水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款的吼，这种嘛是属社交的一种，吼、哦。那么咧，在社交的方面，就是讲较着重于这个社交，吼、哦，建立。啊，就是讲，哦，伊个走向就是讲较重即个要求啦，哦，那么贪得无厌，哦，并且伊会去，哦，争权夺利，哦，这叫做咧，哦，舒心，哦，挂钩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哦，那么呢，这就是哦，讲，哦，咱人心的这个特质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咱就讲这个特质啦，特质就是由咱个。温习说，哦，训练出来，所以就是伊具有了量力作用的这个心。那么有了这个量力作用的心呢，自然伊就是有无限结实的这个关系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讲，哦，量力接触啦，啊，下。
环境的这个改变，吼、哦，在环境当中有发表嘛，吼、哦，啊有诱惑，所以讲咱的心是会这样物件，啊来有关，吼、哦，就亲像讲地球世界的迄阵嘛，吼、哦，那么咱就看讲吼，日本迄款古武的思想，甲德国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纳粹的主义的迄款迄个思想，甲大陆，吼、哦，伊迄个十党内底。哦，迄、那个叫做迄个防卫兵，哦，迄、那个防卫的心情，咱遐咱来想啦吼，因拢是为了反，啊为了第二，所以做出迄个无人性、哦残酷、毒杀的行为。那么如果咱心也是心为迄个环境内底，是毋是讲咱哦会使咱人的意志会消沉嘛？那么这样就是无共快的一种哦，即、這个洗脑的方式。人讲呢，近朱者赤，啊近墨者黑啦吼，迄是华人啊倒流出来。莫怪讲吼，讲过去的这吼、個，吼、哦、古早的这個信，伊就甲你讲讲，人先人恶啦，吼、哦，可先可恶啦吼，迄、哦、就是人心为恶啦，吼、哦。近朱咱个吼，个人讲，咱要改恶向善，咪当吼讲个，吼改邪归正。如果咱也袂当讲进一步，会当呢吼。搁再讲去找着咱吼救命的迄个落脚厝的时阵，吼，那咱要怎保证讲咱以后呢？吼，要安怎吼改恶？要安怎呢？改正归邪？如果那安尼，有阵时咱会犯不犯错啦？但是啊，我做唔对，啊，我就来悔改，啊，悔改了吼，搁再犯错，啊，犯错搁来悔改，那安尼敢有效果呢？吼，这就是吼，咱所讲的讲吼。老作用，迄、那个人心摇摆不定所致啦。哦，所以讲咱心多心心，虽然讲吼人心甲道心，伊是吼有人心甲道心之分，但是吼伊毋是分头别日因两个心吼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就是讲咱迄个本源、本性、迄、那个本源的迄个作用，迄、那个本心，伊来通过咱即个大脑去做事。那么另外一项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本源，吼、哦，本性本源的迄个作用，但是呢，伊受到了呢，吼、哦，气病所困，不叫所病，所病呢，进入了迄个大脑作用来独断自主啦。所以讲吼，咱讲天同甲地甲，天同甲地甲之分，完全是讲咱用心的这个方法上，吼、哦，那么伊的作用啊来做决定。如此呢，哦，咱也要来观察着咱迄个人心，哦，那么迄个脑作用的迄个人心，哦，任由咱迄个那个野马的迄个心啦，来观察着，那么恶如乱想，哦，认为讲迄个是咱人为的这个正行为，哦，实现的话，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咱所讲的讲哦，正非主观。所以假的主观就是讲吼，假借你这个火来点的，吼假了有火啊。如果来假制造的时阵，假了就无火啊。吼，那么赶快呢，水难生，火就来啦。水难落的时阵，敢是呢，火煞变煞变吼，迄个迷糊了对啦，一看看不清楚啦。吼，因此呢，吼而且，吼拜神讲啦，讲吼，这就是讲。虚化界定嘛吼，希望不实的物件吼，那么咱修道人，咱应该爱去了解讲，世间就是安尼啦，世间就是虚化界定，希望不实的物件。那么呢，咱应该呢爱去了解讲，世尊伊曾经甲你讲的讲呢，应如是住啦，如是下无疑心啦。啊，要安怎住？吼，啊，要安怎下无迄个本心？吼。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你若知影自然，那个即比即样啦。你若知影，你就去做啦。哦，那么呢，这就是讲，要咱达到讲哦，安尼拜咱发胎换骨。哦，那么呢，做到讲哦，实践真正有道理啦。哦，那么如果若讲哦，一珠一行啦，哦，咱咧讲一珠一行，讲哦。一主要是要安怎去行步，那么。
但是呢，嘛是同款哦，有
真水哦，诶，迄个大有风采哦，嘛是同款有啊。所以讲哦，咱咧讲观就是要观人嘛吼。其实哦，确实会当观心啦，哦，有影。那么咧，咱来想，社会来讲哦，即、這个社会诶，即个哦，法律定价遮尔呾周全哦，有一天咱若来宣布讲哦，即个法律哦，我来开哦，来取消的话，那安尼哦，咱人是毋是同款？哦，有咱有种乌龟哦，十五条内底所讲，所讲的讲哦，循规蹈矩，循规蹈矩啦。讲咱是毋是大家有咱照迄个哦，照迄个乌龟安尼哦，安尼自然安尼，迄个是哦，有真大迄个问题存在。所以讲，人为啥物较有爱哦，即法律来甲咱管？因为咱人是活的，所以讲咱人是活物啦，哦，为啥物咱较有爱哦？即个死物安尼管，这个是哦一种真可耻的代志啦，哦。所以讲哦，咱就平常讲动物哦，动物伊有一句哦，诶，平常讲叫做虚情。
这安尼吼，就毋是讲静心会用得啦。